哭着回去啊？绷不住了。我没什么说，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特难受，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好，然后我还要在下面去安慰他，但是我听他说的每句话我都特别说不其实的。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。嗯，你看他表达任何东西都很直接，对，然后也很真诚，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，我觉得这个起码证明你的眼光是对的。嗯，但是你说人和人之间哪有那么正好的事儿啊？